你就这么多类似的嘞。Hello， 你好，这是我最新款哦。我自己看就觉得，大家都穿起来是那样，穿起来是这样。这样就好了吗？一个店五折，钱已经花光了。哎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我马上要回家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像你买太多了。有，你又多买那么多，那我等下一样 ，OK。这门哪是开的？有啊，可是你就有这么多类似的嘞，姐，我都没说你的包包了。嗯，也对。妹，我们这个月真的不能再买了。姐，我找到方法控制自己了，我这个月不会再买了。什么方法？快教我！我这个月钱已经花光了。我们不能只是在讲讲啦，真的要学一下理财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嗯，没有啊。你在给我逛网拍？不是，你误会了。不是，我只是要看。啊！这个猫咪的袜子好可爱啊！对了，你上次不是要买一件洋装吗？快点穿给我看。啊，别说了，妈的，穿起来是那样。我穿起来是这样。哎，该不会东西到了吧？有可能呢。快快快，别让老妈开门。Hello， 又是我，你又买衣服了。嗨，对啊。一样在这边签名哦。好。其实我一直在想。因为上面有你的电话，所以我想约你出去。其实我一直在等你问我。Hello， 你好，这是我们春夏最新款哦。我自己看就可以了，谢谢。试穿这件，到底要选哪一件？我要这件，谢谢。一件就好了吗？我们现在来做优惠活动哦，第二件五折。第二件五折。好吧。根本就不显瘦嘛。好像有点太小。可以再给我大半号吗？不好意思，这样只有大一号哎。来整理衣服吧。好，穿一次。当初到底怎么会买这件衣服啊？好多哦。对呀，怎么办？卖掉。好吧。
下次再算又可以买十。